千年轮回，等待的取火之人终于来了。唐三藏，我要让你成为我们暗魂的一员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就是你心中仇恨与愤怒的化身。师父，我不再是你的师父。至于争夺我，却刚刚诞生。好强烈的杀气！清醒，清醒！悟空，受死！执迷不悟，死在我手里，至少我是全尸。七星小队就地解散，永恒之火我自己去取。